这个表已经那个没有压力了，它是零现在，然后把它接上，啊，现在是零，接上以后我打开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指针会有一点变化。看没？嗯，有一点点变化，但是就没有浮梁了。嗯。所以说，就得捡漏了先。嗯，它这里边一点都没有了。放啤酒了。